NDROBUCDIOLANDUDAO.HTML 先天大造简介中英最早 http://www.cloud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DAO 先天大造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O 中英最早先天大造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二造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造是求什么四求造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到六求造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七道的宝贵又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取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
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道又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器，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义。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拘。